本想借一个通过几大平台图文卖衣服啊，副业熟卷，收入可观，项目正规，几分钟就能学会的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是通过小红书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的图文版画引流到私域成交，靠卖女装，收入过万。俗话说，女人跟小孩的钱最好赚，而女人天性爱美，喜欢购物，是很强的消费者，衣服更是女人消费的主力之一啊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一个项目介绍和前期准备啊，项目的实操以及引流方法和进货渠道，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图文卖衣服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